Kiani yasa chida ka maka me hagmar kari hain ka palmukar kana khori rabo rong humus ka lala hain mi nikal kam nakpala nori ka pamukan sinai ki utakbara kana kin pradang be chida o me haada hain ka pamukan me dendo hain yasa pradang chida musa nami sapakta sabab tasan dah kahno kya kepelatan kami senai karena derudan ka cita karena laki musuh karena senai cita ini senanak sa laki rudan ka senai utah barat cita musuh karena kya kepelatan tu dah handa miah ka pemukan kena kholi dia labok cita karena ka pemukan paran ida ni kan ka pemukan paran nulis senai utah barat kini sudah had dia cerita tu musa negakko musa nama senhia ni kan kena uyas tena ni kan uyas terlu lah rising yes entah yes senhia yes sak uyas ni kaya ke pelading balik ke cerita kaya kami adang senulah ini ken cerita u uka ke seso man ke sedek seso cerita seso penmukan ahanu saya so tanah tunduk. Ya saya ini salu ka saya so maka sejak cidang. Kita mengkila nama cerita tu senhi nama kami kuri so kau ka alang sunyi ini.其实刚开始来到这个教会，跟现在来讲实在是有点不同啊，包括整个礼拜，包括整个施工的一些的推动。那当我被聘到这里的时候，那其实心中有一些的胆怯、担心啊。 因为毕竟这个教会是区会的，算第一间教会，那也算是区会里面比较有整个行政教会的都是比较有具有规模一点哈。那又是我当奉立牧师的时候，那开始就是有点比较担心哈，因为我自己的那个能力也不足，对整个。 礼拜或是推动的施工来讲，比如说他的整个出席率，那还有就是整个施工的推动，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点困难哈，那变成是一个要挑战的。后来到这里刚好是在921之前哈，前三年，那个时候。 我就尝试说，把这个教会，是不是能够推动他们能够跟社区有一个很好的连接？那之后就是跟长老、长子同工在讲说，我们可以来做参与那个社区的一些工作。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说，让教会慢慢能够去接触社区，也能够开放。 我们教会的空间，让这个教会能够变成是部落的那个大家都可以进来的哈，这个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开始在做社区施工的一个开端哈。那后来就一直参与总会的一些重建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即使。 施工都一直维系，好。我们那时候也开始做环保，就是捡垃圾或是资源回收的部分，或是清扫社区，虽然推动起来有困难，但是我们也很感谢神能够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
父母亲能够 在工作的时候 不再担忧他们的小孩子在这个社区里面、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就是课后照顾社区。我们也是想到说老人日托这些长辈他们需要被关怀，那我们也就承接了这些、社区老人的工作，一直到现在、看见这个教会是设立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说、那、青少年他们也喜欢打篮球，那我们就再邀请，就是、借着这个樱花部落的、名称，我们就打、做了樱花杯的那个篮球比赛，来吸引部落的孩子能够进入到、进入到教会来。那再来就是、这些小朋友、我们就把很多的工作都慢慢的交给这一些年轻人，所以他们也开始、就是有、为耶稣而跑的活动、那一直持续到现在。教会已经是进入到70周年，我想这个70年是一个新的一个岁月、对于使徒印教会来讲、特别是希望能够继续成为这个部落的祝福的出口、我们也在祷告当中说希望让更多的人进到教会，也让教会有更多的事工能够帮助我们的部落、那不只是这样，弟兄姐妹的灵命能够不断的被更新、那再来就是也希望这个使徒印教会成为我们赛德克族群聚会的一个、一个学习的一个指标、祷告读经聚会包括所有的服事都是能够、更多的来参与，这是对我们使徒印教会未来的一些展望。今年78岁，使徒印教会生日快乐。我的母语叫鲁比瓦丹，我今年62岁，生日快乐。你的公人公18岁，不好意思。使徒印教会生日快乐。我今年68岁。祝使徒印教会生日快乐！我的原住民的名字是巴干纳维，所以我今年86岁。所以我很高兴，因为今年教会要生日快乐，高兴。阿拉斯库巴尤使徒印教会，雅古沙因沙普格哈恩姆斯杰，给你。很高我是70岁，所以我在你们家的生日快乐，使徒印教会生日快乐。今天下午我家的生日本本海院教会生日，那今年61岁，很高我是我都跟海南基金很高我是我家是那么这个使徒印教会本海院比都跟海南很高兴，使徒印教会生日快乐！祝使徒印生日快乐！耶！祝使徒印教会生日快乐！我们20岁，生日快乐！我今年8岁，祝使徒印长老教会生日快乐！